不可思议的风火轮鞋子，外形酷似火团，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每小时。现在滑板和轮滑深受年轻人的喜爱，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项非常酷的运动。对此，国外一家公司脑洞大开，打算把这些元素和鞋融合到一起，于是风火轮鞋子就被研发出来了。从外表去看，就是鞋子上面搭配了两个轮胎，踩上以后就可以快速行驶，而且最高速度能达20公里每小时，而且里面搭配了锂电池，所以是全电动行驶，穿上以后就可以在路上快速行驶，可以说非常的炫酷，回头率400%。其实在鞋子上搭配轮子的设计在很早之前就出现过，就是早些年很火的暴走鞋，但是暴走鞋需要自己滑动，而这款风火轮鞋完全自动，穿上就可以动，但是和暴走鞋相比，这双鞋还是有点不方便，毕竟暴走鞋的轮子可以随时收进去当普通的鞋穿，而这双鞋子需要来回拆卸轮子，而且上手非常的难，基本不摔个几次很难学习成功，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不友好。其实单纯从设计去看，就是将两个小型的平衡车放到了两个鞋上，只不过外形设计的非常炫酷，因此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。现在这双鞋在国外的火热程度已经不亚于轮滑和滑板。